哦，对了，道兄，且慢，咱们恍然大悟，若往人间有所不便，您请坐吧。道兄，请让。哎，大娘，哎，就上过万事吧啊？你入会了没有啊？啊，要我荣共府少爷，怎么能混混的？大哥，唱歌呢，唱来听着唱歌。会。哎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一时疏忽，我忘了你有妻管严。你这，我在这里。抓到，我看啊，他是故意要给少爷亲，搞不好还会挨一顿骂呢。荣国府接旨，谢。我们宝玉出生的时候啊，在娘胎夭折了，黛玉啊。哎呀，万分的挂念他们，这样子呢，敏儿啊，她怎么？不会，哎，饶命啊！哎呀，怎么搞的嘛？一个两个都不是个东西，叫他去收店。哎，宝玉啊，那加官进爵。光耀门门也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呢。那被别人看见告诉少奶奶的话，你就不得了了。为何叶家子好好的，偏偏都有什么事情就尽管吩咐奴婢来做好了。厨师说我的字啊，写得歪七扭八的呢。皮包骨，稀里稀。来玩游戏好不好啊？玩游戏？嗯。真的啊？我骗你干嘛？宝少爷不就在那儿吗？是谁把你打成这样？哎，这疯了。